软萌酱与小恶魔君。来帮你开门啦！快点进来吧。今天天气有点热，午餐我准备了凉面，等一下一起吃吧。哦，对了，这次我还泡了柠檬红茶，凉凉甜甜的，很好喝哦。他刚跑回房间去偷睡觉了。啊，真是的，这样还能上什么家教？我去叫他。这样吗？那就麻烦你喽，好想跟你一起吃午餐了呢。好困，再让我睡一下啦。嘿，你刚说要吃掉我的什么啊？看你慌成这样，跟你开玩笑的啦。哎，我说，今天上完课我们去看电影，你觉得？不可以。他答应过要陪我去吃蛋糕的。哈，蛋糕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好吗？我想看的电影今天上映了。不行，他要陪我。笨蛋，我才不会把他让给你嘞。今天你要跟谁走？